我这么着，先代理找宾馆去。算了，既然我已经搬过来了，我不想再住宾馆了。啊，这么着，你这不是两间房吗？那你先给我弄张床，弄个桌子，再配上一个沙发，我就凑合住着吧。你装好一间，我倒一下，你再装另一间。反正从即日起，我就要在这沙家帮嫁下去了。这急的我见过，我真没见过你这么急的。怎么着？你是怕我们老爷子变卦，不让你住进来了吗？你这事你别管了啊，我住这舒坦，我愿意。那就甭废话了，胡三儿啊，麻利儿的，给大卫搬床去吧。得嘞。师傅，外边什么情况啊？马没闹去，知道瞎嚷嚷。那您说，凤姐出的这主意能行吗？知道，听天由命。哎，我说，待会儿外边要有什么情况，咱可得马上冲过去，最起码不能让人把咱店给砸了。师傅。师傅，不好了，这准家那儿来了。都别慌，有什么事儿师傅扛着。勺，勺。谁是大师傅？哪位是大师傅？我是。你是大师傅啊？是我。这席是你置办的？你们想干什么呀？这意思，这菜做的色香味俱全，量还足是。娘家那边的钱，什么理儿都没挑出来，就剩抹嘴挑大拇指了。嘿嘿。哎，这新郎是我儿子，我来谢谢大师傅。哎呦，谢谢师傅，来，您喝杯喜酒，创个喜啊！各位师傅，恭喜新人，辛苦啊，辛苦各位啊！辛苦啊！哎，都创个喜呀，都创个喜呀！凤儿，今儿那个酒席办得怎么样啊？爸，您教的那方法还真行，真给对付过去了。爸给凤儿支什么招啊？嗨，凤儿这不是没辙了吗？我才给他出了个馊招。真是馊招，老年间常用，现在还用啊，就是有点缺德。你爸这闹心一晚上。爸，您别闹心了，我给主家打一九折，他们特满意。哎，好好好，凤儿，你这事儿办得靠谱，等于给我找补回来了。好。哎，爸，我这不明白啊，我们只备了八桌的材料，做了十桌，大家吃饱了，主家特满意，这您用的什么办法呀？说穿了也没什么。你看你备的那些山珍海味飞禽走兽那些精料不是不够吗？我让你装盘的时候就码上边那一层，下边给装点青菜撑着，这不就匀开了？这我明白啊，可是您让我把菜做得油一点，汤跟稠和点，又是为什么呀？这你还不懂啊？油大一点，汤跟稠和一点，它味儿足啊，最重要的丁时候。那您还让我把所有的菜都做好了一起上，这又是为什么呀？这上菜的次序啊是最要紧的，一道菜一道菜的上，哎，上一道
一人一块的没了，是吧？你上多少道菜也不够分的，是吧？你把菜备齐了，一起上，是吧？你想啊，这人呐，就先奔着那个四喜丸子啊，那个炖大肉啊，那些横菜招呼，喝点酒水饮料的，敞开吃，他就腻着了，就撑着了。嗯，杨涵是老的辣了。嗯，爸，您这招治的也忒馊了。看看你爸有多坏。那总比那客人把饭馆和后厨砸了强吧？那是，那倒真是。小磊，哎，干嘛？搬过来了，都收拾好了吧？收拾好了。哎，我觉得老北京的平房就是舒服了，有天有地，还能种花种草，空气又好。那国家现在正下大力气加紧空气环境的治理，用不了多久，站在咱们这银锭桥上，就又能瞧见西山了。哎，我知道，银锭观山。哟。小子，不错，知道的还不少。那对了，老婆子，晚上想吃点什么呀？我好早点给你归置啊。别费事了，那吃点疙瘩汤吧。得令。啊，你请好吧。疙瘩汤我也爱吃，大爷能给我拉一碗吗？不伺候。大伯爷，你大爷就这脾气。别往心里去啊，你要爱吃，改天大妈给你做。哎呀，大妈您太客气了，其实我这么一说也是开玩笑呢嘛。对了，庄金回来了吗？刚回来。怎么，你找他有事儿？哎，有点事儿，那您先忙着了啊，过去。小金在吗？在呢，请进。哟，戴维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搬进来，我们正式成为邻居了。我听我妈说了，不过我哥那房刚腾出来，能住吗？哎呀，住张床就行了，我能凑合。再说我的房子还要装修，我先坚持几天再说吧。你可真是个急性子。你看我给你带来什么？什么呀这是？拍的，就那天我去顺子酒吧的时候，我正好在桥上看到你了，我就偷拍了几张，结果没想到原来是你。行了，戴维，你有当狗仔的潜质，你都会偷拍了。你喜欢吗？喜欢，这张照片拍的真好。喜欢就好了，那我帮你挂上吧，挂哪儿合适啊？挂床头吧。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，我帮你挂。哦，不用不用，回头我让我哥帮我挂，你在那儿坐会儿，我请你喝咖啡。哎，我把它放里边。哎，好。我哥。你整这么多装修的书干嘛呀？这戴维，非让我出设计图，
我哪学过设计？来点杂志，给他抄抄。给他来个照着葫芦画瓢。都知道装修能挣钱，咱这活是揽下来的，怎么干呀？这活瞅你那点出息，瞅什么呀？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，懂吗？我都想好了。好了，哎，你跟我说说你怎么想的啊？你怎么把大头给我了？大头，咱还欠人设计费没给呢。人家现在买卖做大了，根本不在乎这点钱。实话跟你说吧，啊，我都跟他说好了，按我们家的规格，他给出个预算。嗨，合着这么会儿功夫，这事儿您都办妥了是吧？够麻利的。挣钱还不辛苦啊？那还能干什么呀？得，别闲着，你也帮我捞。我也捞了。放那性价比高的啊，性价比高，哪有便宜的这玩意儿？你瞧这一个个的，不见得花多少钱，主要是风格。喝茶还是喝咖啡？我还是喝一杯咖啡吧。行。嗯。哎呀，不愧是中医学的博士啊。你的房间到处都有一种树的香气，太夸张了。书香门第啊，是古代赞美人的，书哪有什么香气啊？反正就在你的屋里，就感觉不一样，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。那是我的熏香，怪不得那么清香。来，快请坐。自己加奶加糖啊！没事，我喜欢喝苦咖啡。嗯，来，你少糖不加奶。你连我喝咖啡的习惯你都知道？我还知道这杯咖啡是日本的 Blue Bottle Coffee 的咖啡豆磨出来的。Blue Bottle 很小众。这都知道，厉害。只是这种咖啡的假货很多。我在日本有一个朋友，他经常会跟我来。如果你喜欢，我下次多让他多带一点吧。好啊。那又送我照片，又要送我咖啡豆，那我怎么谢你呢？咱们是邻居嘛，谈什么谢啊？以后你就经常让我到你的房间里来喝杯咖啡聊聊天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行，没问题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其实我平时也特别喜欢摄影的，有机会我们可以切磋一下。好啊，得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为了庆祝你成为我的新邻居，走一个。嗯。小小，你知道能住到你们院儿，我真的太开心了。有什么可开心的呀？不就一四合院吗？冬天冷，夏天热，比那五星级差远了。哎呀，你不知道四合院接地气啊，而且又有你们那么好的一家人做邻居，让我有家的感觉。也是，起码啊不寂寞，热闹。哎，等等，小小，问你个事儿啊。你说。那个，你小姑真的是拿什么骨的专家吗？那叫推拿正骨。她那么漂亮的女士，怎么想起干这个呢？那是因为啊，我们家我祖爷爷就是研习中医的，他深通药理。完了以后呢，我奶奶也受这方面的熏陶，就也学这个中医，所以我们家呀就留了好多这个关于中医的书籍。完了以后，我小姑从小就爱看，再加上我奶奶一教她一点拨，得人考上那个中医学院专攻这个推拿正骨。
后来呢，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小姑啊就奔国外了，去学那个西医，结果拿一硕士回来。嗯。再一回国，人就回母校任教去了，边工作，人把博士也读完了。那自祖传的本事，难怪。哎，对了，小小，我还发现你小姑很有艺术的气息。嗯，她还说她喜欢摄影。啊，对，是吧？我小姑从小就爱摄影，她经常外出啊，拍各种各样的照片回来。哦，这一点你们俩能有共同语言。哎，是啊，等我搬进来，我找机会多跟她探讨探讨。探讨可以啊，但你这个说话得注意点，你万一哪句不对付啊，我小姑能给你怼南墙上去。不会吧，她看起来那么文文静静的一个女士啊，有你说的这么厉害吗？哎，大卫啊大卫，我是看在咱俩是哥们儿的份上，我才告诉你，在我们庄家得罪谁都行，但是我小姑不行。我小姑啊，就是我爷爷奶奶的掌上明珠啊，是宝，是骄傲，所以我们庄家都知道，招谁不能招小姑，听懂了吗？嗯，听懂了。哎，庄志斌啊，我这在外头忙了一天了，这回来还得收拾，你看这些东西堆成一堆的。你在家你也不知道收拾一下。哎呀，别老唠叨了啊，没看见我正干大事吗？你干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人家大卫是外国艺术家，对装修风格要求肯定高，你以为给咱们家装修呢？随便糊弄一下就行。我糊弄谁了？我从来没这么认真过。捡什么呢？挺好的东西，这都是拿钱买的，别糟蹋东西了。你别管，别管，不糟践不行啊！这么多风格的图片，我哪记得住啊？这多省事啊！我把同风格的都剪下来，拼在一块儿。明天戴维来了，我给他全摆出来，各种风格我让他挑，他喜欢哪个，我就照着哪个装不就得了吗？要让我设计。那不得猴年马月了。王志斌，你还真的是挺贼的啊，这偷机取巧你是一门灵。哎，你这话是夸我了还是骂我了？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？夸你。设计方案怎么样？牛吧？喜欢哪款挑哪款，挑着哪款干哪款，包你满意。我的天哪！三哥，不，三爷。你今天是要把全世界的设计师给气死啊？哎呀，这叫博采众长，融会贯通，集之大成也。哥，这活干得真牛。服了哈。爷，你先慢慢看着。嗯，我先颠了。哎，不是，干嘛呀？你什么意思呀？你坐下，坐坐坐坐坐坐坐。我买这点资料花了好几百，大晚上色的，我又拼接，我又设计，折腾了大半宿，你连看都不看，你对得起谁呀？这合适吗？就是，得。干嘛？加个微信，我骚你还是你骚我？我不会加你。你找我吧，啥意思？嗯，来。
发过去了啊，讲一下。哦，我通过了啊。哎，我给你发个笑脸啊。笑脸免了。来，给你发1000块钱啊，你先接了。嗯。1000块钱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你买书的钱和今天李晚上的辛苦钱，够了吧？那你恶心谁呢？你打我脸呢？按你们中国人的话说，买卖不成，请你赞啊！三哥，虽然这事儿你做的忒不靠谱，可咱俩还是兄弟啊，所以你不要为了这件事儿伤了感情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哥，他拿1000块钱打发你，别在这敲锣边儿，成心拱火是不是？不是我傻吗？哎，冷静冷静，千万别激动。戴维，你跟我说句实话。是不是哥们给你装修这事儿就黄了？我倒也不想黄了，哥，你这也太奇葩了吧啊！我都受不了了。看来我这又另请高明了。另请高明？我告诉你，这事儿绝对不可能。嗯，这1000块钱，我自当是定金了啊，合同就在这儿呢，愿意签你就签，不愿意签，咱哥俩来个口头约定啊，君子协议也行。Why 啊？为什么不可能？难道你要强迫我不成？别激动，别急了，你先坐下，慢慢说。你急什么？听我慢慢告诉你。发什么呆呀？我说错了吗？我的天哪！我这是住进了什么地方啊？我怎么感觉像是进了监狱啊？没那么严重，你想想，我们家老头老太太那何许人也？那是生活极其规律的人，他们怎么能允许一帮民工在院里边叮叮当当的瞎折腾呢？而且还折腾的不是一天两天。是。可是这房子我要不装修，你让我怎么住啊呀？所以啊，你唯一的选择就是让我给你装修，到时候老头不乐意也得乐意。就像当初我租你房子一样，明摆着不行，到头来，老头不也妥协了吗？对的。也就是说，明知道这是一个坑，不跳都不成了。哎，我说哥们儿，你这有点太不开眼了吧？哎，我问你，你换了别的装修公司，能像我们哥俩这么对你百依百顺的吗？对呀。这再者说了，你要真换了一装修队，我就这么跟你说，这院他根本就进不来，我告诉你。戴维。你放100个心，我给你找的装修工人那是全国最好的。我从我哥们这装修公司，我县里给调，那都是承接大别墅改造的啊，电工、瓦工、泥工，那活气得不得了。那是，你瞅瞅，你瞅瞅，这辞职报告这不就摆着吗？你瞅瞅，这都是一级企业。这倒像是专业的。什么倒像是专业的？纯专业的。你再看看。咱们所有的预算都是按照行业标准来的，你要对材料不满意，我亲自带着你，咱去趟建材城，你喜欢什么买什么，我还能通过装修公司给你打折，多好啊。这是三哥，钱倒不是问题。那就没问题了。你现在就有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挑一张啊。哎，这挺好。哎，每天到了饭点儿，也就这几桌。比刚开始的时候强多了，知足吧。可是要再这么下去的话，房租都交不出来。等我把戴维房子装修的事安排好，我来想办法啊。别操心，这是我们男人的事。哎呦。二位老板，嘿，你们搁我那儿的租金今儿已经用完了，二位打算以后怎么着啊？这不正候着宅爷呢吗？坐下说，说话小点声啊，有点素质，这么多客人。哎呦，志斌，哎呀，咱俩
也算是打小的邻居了啊。所以说，关系没那么好，也算是熟人。哎，我今儿还真不是逼你来的。哎，别，您能容我把押金用完了，已经很给我装饰品了。哎呦，别这么客气啊，说说吧，二位打算什么时候腾地儿啊？这个月的房租啊，打到你账户里了，你查一下吧。啊？还卡？还卡呢？没辙呀，也不能把这盘出去吧。可现在贵店没人接呀，我们庄家那几十万也不是打风刮来的，也不能打水漂，是不是？行啊，有把道儿哈。哎呀，这破馆子你们还能继续开下去？有志气。人没点志气啊，什么都干不了。行了吧？哎呀，我都打听了，给我的租金啊，是你们两口子租房子的钱，20万。这20万也就够扛仨月的吧？哎呦，还不到。行了，甭说了，那我下个月这边再来啊。您走好，回见了您二位。出门绕着点井盖啊，别摔着。嘿，没事，我旁边买火着去，倍儿香。这三个月啊，这些事儿就像大山一样压在我身上，压力真的太大了。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。来，李卓来，笑一笑。你背着山，我背着你。背我。好。山地。手没了你。混的都成装修工了，现在大头介绍的小工价钱这么高。来，戴维给那俩钱儿能够吗？剩下的活咱俩不干谁干？不是我说你啊，你当初跟那戴维要这个包工费你就要少了。哎呀，我哪知道现在工人钱涨这么高，以后没活干了我也装修去。反正我觉得啊，您最近约一下这戴维吧，那聊聊，让他再补点钱，要不然他太亏了。戴维，我好意思提吗？当初说好的价能坐地起价吗？大老爷们儿吐过吐沫都是钉儿，能说改就改吗？再说了，戴维哥现在跟我是哥们儿，等哪天我有什么活找你，你好意思跟我算虚账？哥，我跟他能比吗？你认识他才几天呀？不能比。说出大天去，这后秃噜反账的事儿干不出来。哎，你要这么说呀，我算瞅明白了。你这免费小工啊，我还给你当定了。我什么玩意儿啊？我也没闲着呀，干的也不比你少啊。放心吧你啊，亏不了你。你装修还没完呢吗？找地方找不回来就完了呗。你这光说找吧，咱从哪儿找回来呢？
容我想想。车到山前必有路。嗯。小猴儿，你这两天表现还不错啊。中午我好好犒劳犒劳你。哎，哥，你真得请我搓一顿了。这两天干的全是体力活，我累坏了。你瞧我都瘦了，这两天。干点活累不死你。你还别说，这干点活啊，浑身出点汗，还挺舒服。起码心情好啊。啊？心情还不错。那么好的壁纸啊，那么好的墙漆，全套的厨具，马桶都是进口的。过两年这单位要是搬走了，我不就省事儿了吗？哥，合着你买这事儿了是吧？不全是，我有的买贪小便宜了。哥，我知道你不爱听啊，晚上这事儿我得跟你说啊。有事儿就说。那卖单房子那老蔡昨儿给我打电话来着，提起我就烦。你烦烦你也得听啊。人可说了啊，再不交钱过户，人家房子收回去了，咱这40万打水漂了，那样咱就亏大发了。咱们他不仁我不义啊。猴，这么着，你啊，现在找老蔡，咱先把户给过了。然后找一有熟人的银行抵押贷款，把钱先贷出来。抵押贷款？抵押呀，还得多贷点儿。还多贷点儿？啥意思呀？咱得把每月还贷的钱贷出来呀。哦，得，那我慢点去呗。赶紧。哎，好嘞啊。哎，够烫吗？再加点吧。这泡脚啊，水也不能太烫，哎，40度，刚刚好。啊，舒服吗？你呀，上了岁数了，平时活动又少，那多泡泡脚，让你这血液上到你的神经末梢了。这脚底下的穴位啊，连着全身的。哎，我给你捏捏，哎，对你的心、肝、胃、脾都有好处。你这一套一套的，是不是都从足底按摩那儿学来的？哎，不是不是，我是从就是那个中医书上看来的，那可比足底按摩专业多了。还别说，我家祖上传下来的那个中医推拿的绝活，你们老老少少都不感兴趣，唯独我这老闺女好这个，从小就喜欢。他是算继承下来了，我这都是为了你，强迫自己啊，从书上，学些，穴位啊，啊，奇经八脉这些知识，没辙。魏天哪，你天天这么伺候我，都快一辈子了，你这么一个倔强的大老爷们儿。你不觉得懊恼吗？我愿意，老婆子，我伺候你呀，舒坦。你这不是贱吗？哎呀，贱就贱吧。我就想着能让你健健康康的活着。你是我的主心骨，是咱家的定海神针。没了你，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呢？
我这辈子嫁给你，值了。再给你加点水。后院的快装修好了吧？是啊，叮叮咣啷一个月，真够闹的。我看大卫那孩子挺好的，见了咱们总是主动先跟咱们打招呼。你别老对人家爱答不理的啊。嗯，我见着他眼晕。哎呀，既来之则安之吧，咱们这么做不也都是为孩子吗？哎，这又过去一个月了，怎么凤儿啊还找我盘账？也别说这几个月呀，这生意啊还持续渐缓，可也挣不出租金来呀。开春了，咱们什刹海的游客会越来越多，那馆子生意能越来越好。但愿吧。我说老爷子，你也别老当甩手掌柜的啊，你时不时的去馆子看看，给他们指点指点。哎呀，就那么几桌客人，有杨厨一个人呢足能对付，还用得着我呀？再说了，我一想起这个餐馆，气就不打一处来。哎呀，啊，等等等等，不提不提，省得你再一口气背过去。这什么话，我还真没见过。你没见过的多了。大爷，我发现了，你天天早上六点半出来，比钟表还准时。你出来你就伺候你这些画。哎，你的画都很好看，就我这盆画灰不溜秋的不好看。哎，大爷，哎，你别走啊。David， 我说你可真够会说话的。嘿，江小姐，早上好啊。那房子刚装修好啊，得散散味儿，不能马上搬进去。我的房子装修的特别棒，没有味儿的。是吗？你要不要到我的房间里去看看？三哥给我装修的房子，我特别满意，完全是我想要的。成，去看看。哎，那里面请。这不是他风格呀，啊？是吗？张静，请坐吧。这房子装的不错呀，不像是我三哥的品味。三哥给我建的工，设计是我出的。嗯，来，张静，尝一下我从 Jamaica 带来的咖啡豆，汤已经加好了。啊，谢谢。味道挺好的，你喜欢就好了。哎，张金灿说好了，以后我想喝你那口咖啡，我就去你那儿；你想喝我这口，你就到我这儿来。鄙人随时为你提供。嗯，成，谢谢了啊。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出雕饰。你有一种内在的美，
气质的美，自然的美。行啊，大卫，嘴够甜的，夸女人的话张口就来，这你职业习惯吧？没有，我说的都是我心里话。大卫，你搬进来也有些日子了啊，你一直在忙，我也没空找你啊。今天逮着空了，咱俩把这个装修费和这工时费啊了一下。嗯，成啊，三哥。啊，你看啊，这装修费啊都是你定的，超多少我不管。这些工时费啊，你得给结了。我给你找的全北京最好的工人，你对一下单子。有点意思啊，装的还可以啊。哎，三哥不对啊，